你用矿石进行战斗，你是地远的人，你是谁？你难道没看到我身边的三个使徒吗？齐拉，你作为亚斯兰上代一度王爵，你应该很熟悉身边跟随三个使徒的感觉吧？那你也应该知道，贵为一度王爵，擅自闯入他国领域，可以视为宣战吗？ 誓言，记得吗？沉默的背影，不说话，寒夜的守候，只等风，奋不顾身后的海边。
以你的描述，入侵者应该是地原的一度王爵。看来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将黄金瞳孔隐藏在尤托尔遗迹之中。他们的入侵计划比预计的大大提前了，因此我们的计划也需要提前了。 要么我就不进去了吧。你家太干净了，我这一身，我还是回驿站等银尘吧。万一他要是回来了找不到我，我可以问你借点钱付房费吗？驿站那边我都安排好了，你就不用瞎担心了。不过，你这一身确实得先好好洗一洗。 整个人都臭了。你赶快把你身上脏衣服换下来给我。这是银尘送给我的，我不能给你。谁要你的破烂衣服啊？跟我过来。你说，银尘他是不是不要我了？他还会回来找我吗？你去吧，不要担心我，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你以为我不想？
凌晨，你终于回来找我了。我们是特地来找你的。找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你的使徒。我和凌晨要前往营救吉尔加美什，需要借助你永生的力量，制造大量鲜血。所以幽冥才要来抓我的吧？你们两个想去送死，不要扯上我好吗？ 就吉尔加美什和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去，这是你父亲六度王爵希利尔的遗愿。别替我父亲。他临死前把魂炉给了你，没给我。要完成遗愿也应该是你去完成。你不是已经拥有永生天赋了吗？要流血，你自己去流。 我陪你们去，我去帮你们。你不准去。为什么？凌晨，你是不是又要丢下我了？我去救我的王爵，跟你没关系。怎么没关系？你要追随你的王爵，我也要追随我的王爵。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不行就是不行。优化型，我为什么不行？我可以保护你。 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银城鬼山联军要去做什么吗？知道。要营救吉尔加美什。我不在乎吉尔加美什，我只在乎银城。他是我的王爵，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他去送死，你也去吗？银城不让你去，是为了保护你，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明白，所以，我更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冒险。我想保护他。你怎么保护他？你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我知道，在你们眼里，我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半吊子使徒。可是，我不想一直做一个没用的人。 哪怕帮他挡一剑也好，多杀一个小魂兽也好，只要能跟他并肩作战，就算刀山火海，我也不怕。你怎么就这么一根筋呢？有话，可能你心里。 没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吧？当有一天你心里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感觉了。你的方式会不会太残忍了？我不想让他陪着我白白送死。 他这么年轻，他应该有更好的未来。什么未来？你真觉得麒麟不跟我们在一起，就会安全吗？
你有多在乎吉尔加美什，麒麟就有多在乎你。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去，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麒麟得和我一起。麒麟，你出来。所以，刚刚那个叹气的意思是，他答应了。但我先说好，一切必须听我的，你不能自作主张。放心放心，我保证你指哪我打哪，你就把我当做你的魂兽吧。你这身衣服，啊，是吧？我也这么觉得，这衣服完全不行，不上档次，比你送我的那件差太多了。本来我是不想穿的，都怪油画，都怪他。挺好看的。啊。是吧？对了，迎晨，幽花家地下有一个很棒的温泉，你要不要去泡一下？泡完之后浑身充满了香气，你闻闻，怎么样？迷不迷人？连泉，你要不要一起去感受一下？哎呀，你看你，明显是想多了，又没人让你和迎晨一起泡。还是说？你想和迎晨一起泡啊？我是没什么意见的，就看迎晨了。我看你的考虑是对的，我们还是不要带上他了。哎呀，你看你，这是干嘛嘛？哎，那多长感情？你们先聊，哼，我先走了，再见。到底还走不走？啊！你们凭什么说我在门口偷听？我早就走了。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白银祭司一定会继续追查后门。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追踪，同时要进行营救的训练和准备。说的容易，你们要知道，走出这个大门，整个雷恩泉，甚至整个亚斯兰国境内到处遍布白银使者，随便你们去哪儿都逃不过他们的监视。既然是这样，那我们今晚就连夜出发。啊，去哪儿啊？出城。白银祭司，你让我去深渊回廊找寻的小男孩的尸体，我已经带回来了。接下来，你还需要我……不用了，你先退下吧。是。
每一个月圆之夜都是祝福的字体繁殖期，也是他力量最薄弱的时候，是我们突破的最佳时机。为了阻止我们营救基尔加美什，白银祭司一定已经撤销了所有通往囚禁之地的棋子。想要进入魂冢，必须要从深海下潜。魂冢位于雷恩海底最深的位置，凭我们自身的体能，根本无法抵达魂冢的深度。所以我们要先找到海银，来借助他的力量。海银是谁啊？海银是栖息在海洋深处的巨型魂兽，曾经属于我哥哥鬼山逢魂，但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海银也随之消失在大海里。进入魂冢之后，我们需要快速突破三道防线。第一层关卡就是上古四大魂兽之一的祝福。我能够催眠祝福，但时间极其有限，我们必须要采用高空坠落的方式，用最短的时间垂直突破。因此我们必须要适应高空坠落的速度和压力变化。穿越祝福后，我们需要前往遗迹中心的鲜血祭坛。催眠祝福势必消耗我大量的魂力，到时候需要幽花代替我，以永生天赋制造大量鲜血，来开启抵达下一层的入口。所以在出发之前，我们需要强化幽花的永生天赋。虽然不清楚开启鲜血祭坛到底需要多少血量，但是作为白银祭司设下的第二道防线，我想一定不会容易。最后一层白色地狱的大门需要舍弃魂器才能进入。白色地狱门口的雕塑是一个不断蚕食魂器的倒计时装置，要维持大门开启的状态，我们需要大量的魂器。这是我们家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九个王爵和使徒，他们生前使用过的魂器都作为陪葬品一起被供奉于此。祭司，我感知的搜寻范围在魂力全开的状态下要覆盖一整个城市也已经是极限了，此刻他们四个可能在亚斯兰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所以你需要和六度王爵一起开启捕魂矩阵来进行极限搜寻。六度王爵希罗尔不是已经死了吗？是新一代的六度王爵韩双死。Thank you.
六度王爵的天赋是捕魂之眼，一旦抓取别人的视线，就可以全面共享对方的视觉和感知。齐拉，你负责将所有的白银使者送往亚斯兰国境内各处制高点。寒霜寺会用天赋连接所有白银使者的视线，形成超越极限的观测范围。发动矩阵需要消耗巨大的魂力，齐拉，你负责把黄金湖泊的精纯魂力转移到帝都格兰尔特、贡特雷亚和寒霜寺使用。接下来，特雷亚，你就可以直接读取寒霜寺的视线，凭借你们两人的天赋，就能强制征用所有白银使者的双眼，将魂力感知全国境覆盖，形成捕魂矩阵。确定要这样做吗？天树幽花的灵魂回路是不完整的，它很难支撑开启鲜血祭坛需要的血量。但它身上已经有回路了，你没办法对它重新刺印，你只能……我只能将我和它的灵魂回路捆绑锁定，这是唯一能够完整强化它天赋的方法。可是，一旦回路捆绑锁定，它如果死亡，我也会随之死亡。我知道，但我答应过西流儿，帮他照顾天树幽花。我想这就是我的宿命吧。值得吗？他比我年轻，比我对这个世界更加充满希望。他有在乎的人，有美好的青春和未来。而我在完成哥哥的遗愿之后，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了。如果可以，就让天树幽花代替我活下去吧。他们挺聪明的，还继续躲在天树幽花的官邸里。那我们现在就可以……不用，你们退下吧。
总比等死要好。也许这会是我们最后的救命筹码。久违多年的冷血狂宴再一次开始了，你闻到风暴里的血腥气味了吗？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趁机将我在睡梦中杀死？但不管如何，我们已经暴露，幽花关地不再安全。我们必须提前出发，去寻找海银。
跟踪了。为什么他们可以精确地预知我们的位置啊？确实很奇怪。Come on.
一片漆黑，他们在海营体内已经无法通过连群的视线来判断他们的位置。 连泉怎么办？银尘，银尘！ 麒麟，走吧，我们帮不了连泉，至少可以不让银尘独自走进尤图尔遗迹吧。 Thank you.
起来，你和特雷雅、幽冥即刻前往囚禁之地，分层镇守，务必阻止他们营救吉尔加美什。是是，白银祭司。白银祭司。特雷雅，有什么疑问吗？为何我们三人不合力共守第一层就好？分散实力，不是更容易被出个击破吗？我自有安排，无需多问。是。白银祭司，我不敢保证能够独立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所以会有人帮助你一起执行。怎么记得这？尤托尔遗迹已经被改造成迷宫了。迷宫，也许可以走上迷途坡。时间来不及了，闯吧。Thank you.
本走不通。人的魂器吗？麒麟，我现在把我的魂力传送给你，你用尽全力吹散上方的乌云，可以做到吗？我试试。这是要填满整个池子吗？干嘛？你瞧不起我？支撑得住，你要再废话，我真的要晕过去。你们快走啊！有话，自己小心。有话，你要等我回来。
麒麟，如果你的魂气全部耗尽，我还没有回来的话，你就立即返回，带上幽花、连泉，一起离开这里。宁晨，那我可不可以？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进入那扇大门。如果你进来找我的话，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虽然你一直觉得我很厉害，很了不起，其实我的人生过得非常的糟糕。然而我这一生有两件事情让我格外的骄傲，一件就是成为了吉尔加美什的使徒，另一件就是成为了你的王爵。在这里等你回来，宁晨。这画面真美。你应该跟我一样，很喜欢鲜血的腥甜味道吧？我警告你，你别过来！你再靠近我，我就……不好意思，你刚刚说我再靠近的话你就怎么样？
刘明。白银祭司已经启动新王爵制造计划，被追杀的不只是银尘联权他们，还包括我们。这里就是为我们所有人准备的坟墓。
及了，我们被骗了。白银祭司想要更新换代整个亚斯兰原有的王爵体系，他们的任务不是要杀连全银尘，而是我们。风水禁言录，他和幽冥已经知道了江之洞穴的秘密，他们会是潜在的威胁，因此亚斯兰需要更强大魂力和崭新天赋的王爵，以抵御其他国家的进攻。切拉，你需要独自一人完成这次的计划。希拉，希拉，你干嘛？你不是银尘的朋友吗？朋友？你竟然还相信有所谓的朋友？哦，对了，你肯定还相信王爵与使徒间不离不弃的忠诚吧？不过银尘有没有告诉你，王爵和使徒之间从来都不是对等的关系？你所感受到的对银尘的不舍、依赖，对银尘的崇拜、忠诚，那都只是使徒对王爵单方面的情感而已。你说谎，银尘不可能骗我的。你看，
银尘为了吉尔加美食可以连命都不要，就像你誓死追随他来到这里。可是当你有危险的时候，比如现在，他在哪儿呢？如果吉尔加美食和你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你猜他会选谁？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信你的，我只信银尘。我真羡慕你，我羡慕你可以活得这么单纯，或者说这么愚蠢。只要我还活着，你们谁都别想进去伤害银尘。你忘了我的天赋是什么吗？我想要进去根本不需要越过你。不过我本来也没打算要进去，因为银尘根本不可能解开最后一个锁死吉尔加美什的诅咒。诅咒？我早就将白色地狱内的空间设下了魂速120倍流逝的时间未免，你的这些魂器就算可以在外面坚持100天，但对于里面的银尘来说连1天都不够。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可以在这场疯狂的迭代杀戮中成为唯一一个不被取代的王爵。什么祝福死灵，什么鲜血祭坛，都是笑话。困死吉尔加美什真正的牢笼，是我奇拉独一无二的天赋。时间到了。循环的单向空间，这里是只能进不能出的牢笼。
我不进去，麒麟他们就出不来了。让我进去，我的魂力比你多，让我来。你不能进去，你要保留你的魂力，等着麒麟他们出来，安全地带他们离开这里。幽皇，幽冥，帮帮我！求求你！反正也没剩多少了，都给你吧。白银祭司，我不敢保证能够独立完成这个任务。当然，所以会有人帮助你一起执行。他们是？是一度王爵修川地藏和他的天地海三使徒。他们的天赋是窒息，能够大范围地吞噬魂力。失去魂力的王爵和使徒，在他们面前，只是一介凡人罢了。可能你心里没有这样一个重要的人吧。当有一天你心里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人之后，你就会明白我的感觉了。就算是冰天雪地，亦或是烈火荒漠，不管去哪里，
只要在他身边就好，可以并肩作战，也能分担苦难，甚至共赴深渊。危险也好，痛苦也好，就算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就算流尽最后一滴血，只要能够守护他就好。你不想看见他承受任何痛苦，更不能允许他受到一点伤害，就算烈火灼伤也好，粉身碎骨也好，如果想要平静一切，甚至付出你的所有，包括生命，如果这一切都是徒劳，那也至少要用力地朝对方奔跑，就算前方是冰冷的死亡，也无法阻挡你前进的力量。凌晨，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厉害啊？当你成为王爵的时候吧。那我也可以变得像你一样厉害吗？也会变成银色的头发吗？应该会吧。喜欢吗？喜欢，我一直都觉得很好看。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王爵啊？我死了，你就可以成为王爵了。那算了算了，我还是一直做你的使徒吧。黑头发也挺好看的。凌晨，你快回来，不要做王爵，我把王爵还给你。交给我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了，接下来就一起欣赏这场冷血狂宴的完美落幕吧。那就把这种魂路先留着，把他们两个一起带回心脏。杀掉特雷亚和幽冥，你就可以回来了。
风水禁言录的秘密。你们在江之洞穴中利用江之大量制造复制人，然后在他们身上种植实验各种禁忌的灵魂回路，再把他们放到凝星洞穴中顿时囚禁，让他们像蛊虫一样互相残杀，互相吞噬，借此也选出最杰出的婚礼者。我已经提前布置完毕，一旦我跟幽冥死亡，江之洞穴和凝星洞穴的秘密就会在第一时间散布给风源、火源、地源三个帝国。我相信这三个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样大肆破坏魂术世界的平衡。很快亚斯兰就会遭到他们三个国家的联合入侵。你确定这是你要的结果吗？凌晨，凌晨，你不是凌晨，你到底是谁？
我在这里等你回来。那我在这里等你回来。
凌晨，你不是为了魂力而死，我也从来不是为了魂器而生。这个在你眼中荒芜的世界里，还有许多许多像幽花、莲泉一样有血有肉、不甘心向命运屈服的人。曾经的我，胆小、软弱、碌碌无为，直到遇见你们，我才知道人生的另一种活法，去守护，去战斗，永不屈服。你曾经说过，再渺小的希望，在绝望面前都有无限大的可能。凌晨，我知道你会一直与我同在，所以不要担心我，我在这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终于到来了，这场最后的战斗，吉尔加美什。曾经战无不胜的王者，应该很快就会开始他毁灭众神的复仇之路。还好，我有你。就拿到了水源的黄金瞳孔，亚斯兰很快就会衰败濒死，成为和火源一样的新的人间炼狱。那我们下一个目标是风金岛。
纵然难逃离殇，难逃送君千里血色夕阳，纵然一万般思量，梦醒寒窗两两月光，誓言说一次几个字，寒风穿一身一辈子，黑暗的地方闪着光，那是你眼角的守着那个温柔乡。